无了无了，英雄也没了，不弃玩倒了。有点无语，兄弟们。他妈死前巨鳄还怕你？啥呀，在后面 OB 就他爸离谱，而且我还是提前给了信号。我一个咳血教他做人。好了呀，差一点。差一点对面炸了，我这要是 Q 出来老子直接回600血加再加一个咳血，他们直接就记玩的心累，兄弟们道心受损。啊！我 Q 不是我一被他妈 Q 打断了呀！我他妈今天打游戏真的好倒霉呀！妈的！更多火药！我心是杰作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以为你要闪现打我呢。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我操！又一个。他妈是真的勇，看来他妈十个小兵还吃我三烈火 ，AD 也是不会的吗？坏了！我的
我才发现 AD 是不位。被 Q 了，我就没必要给大了。哎，可以可以。把他们吊在杀手马头上。去中了，更多火药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我应该给他拉我。这波小龙咱们就不要去了。那人背叛了我。带你洗个澡吧。更多火药。没暴击，让妮可收吧。12分钟两条小龙，22分钟那就是龙魂喽。还是痛了。靠！我从那边上去那个地方应该是有眼。对啊，我刚也看到瞎子在下路这里啊，所以我想去反那个红。好、哦，小炮太猛了，从边路找找机会看一下，正面打还是难打的。给所有人，就一个，能杀小炮吗？好，不舍得交闪，我的，主要我们他妈没把对面中单给秒了。本来也不太想交上，我看到他们中单 TP 过来，我想快点把瞎子宰了，然后他刚好摸眼走了。他惨了。哎呦，那边的只能卖呀。
我筒子站完就没有筒子了，有机会，只要一波团能炸到双 C 的话，就有机会赢的。这把中单也是没作用，下路也是不备的。哎呦，有盾，操了呀，差点！这几波，但凡有一波暴击都他妈的能打回来。哎，又不爆。快完了，哎呀，妈的被推了，衣服我不在意姐，借了借了，我操，一把全扣关，再出一把掉段，